Shy 的创办人 Sam Gao， 今天很高兴可以拿下 Asia Honesty Award 这个奖项，给我们一个肯定和认同。在2023年，我希望可以这年里面开创更多的地乐，遍布全马。我是西索拉的 Outlet Manager， 我是负责车的 Interview。 So 我老细今天拿奖，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团队越来越大，越做旺盛。 So 很高兴公司今次可以拿到四个奖项，亦都感谢大会对我们公司的信任，我们公司未来会越做越好。所以希望2023年更多的 dealer 会加盟我们公司。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信任我们 Shine the Solar 的品牌。感谢公司给我们这个创业机会，然后我要感谢我老板的 Sam 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越来越好。我要感谢我的团队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和付出，还有感谢我太太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我很高兴可以加入山小拉这个公司，然后也谢谢公司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机会，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经历。很感谢每一个顾客对我们公司帅索拉的产品的信任和他们的慧眼的选择我们帅索拉的产品，希望公司在未来可以做到越来越大，希望公司在未来能走向更大的舞台。帅索拉 is the best。世上无难事，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成功。